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，我想怎么在这算是真的对白。是否会正要来射我当中，我会被鬼附身。好，一起亮答，一二三。太熟悉你的关怀，漂亮，玩完了。那饼干，你今天完全无用武之地。是啊，等于老师都是我，都是我害的，儿子我错了。OK， 来看下一道题，歌词题。生而为人无罪，你不需要抱歉。最近这个歌手有上日本的一个网站哦，唱这首歌《The First Take》，这很明显啊，真的。上日是这首歌综艺节目，对，对，算是一个日本的音乐频道，对，第一个上这个频道是维迪安，然后他很紧张，那你们有上过日本的综艺节目吗？有啊，哎，我也在日本，对，他有，是从日本一年多，他有，然后一年多啊，对啊，但是因为他台湾都没有播，只有在日本，在日本啊，讲中文啊，讲日文。あなたは日本語大丈夫ですか？少しだけ。少しです。少し。哇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那文化不一样，然后语言不一样，还能做一年多。好了 ，OK， 来正确解答，一二三。玫瑰少年，对，蔡依林啊，玫瑰少年。哇，你们该不会提前封王吧？有机会啊。正确答，玫瑰少年。The first take。哦，会唱吗？那朵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最好的包裹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芬奇，别让谁去改变了你，你是你我是你都行，会有人真心的爱你。玫瑰少年，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突然之间有答案哦，哎，写下来。等星星，等星星，把答案写下来。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，我想起了你，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，真的会模仿我，怀念你，我为跨海提高中，我明白。哦，好听，可以啦，这首对，到这边是声音最有特色的啊。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。好了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我想怎么在，这算是真的对白？是否会真要来射我当中？鬼附身。好，一起亮答，一二三。太熟悉你的关怀，漂亮。玩完了，那饼干，你今天完全无用武之地。是啊，等于老师都是我，都是我害的，儿子我错了。老师啊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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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个有时候我有时候你们是互补的队友啦，提醒啦，一起加油嘛。忽然之间会唱吗？会，好听，一起来演唱。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。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，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好听。